好，是我们的败部复活战，今天奖金是25,000，加了我们这个种子啊的最后的5,000，3万零700，啊，所以你们三个打上哪有机会赢钱的啊？来，志伟，15败部复活战的第一把，看三家的牌。好，看一下庄家志伟 ，Rebecca， 美美的，的方文姐，志伟可以出赛喽，不要紧张，我要发财。白皮、西瓜、9个人玩、苦瓜、北风。通通打掉困难，跟打南风，城中，你都打字啊？大家发财！小鸡，小鸡，麦当劳，红中，来个20,000，20,000，想想，想想。嗯，试一下好了，60,000，大头饼，大声。四饼大男人，哎呀，碰一下，二饼，北风，大声哦，不然打你哦，90,000，自己磕，男生录像，男生都很小声，像男生不是，还不是，还就讲话都有气无力的，而且口齿不清。为什么现在流行是？红中，不了，厌世，当然很累，自己有一坎了。天哪，哭哭一台，9条，白痴。看清楚啊，不然又会被打。手不要抖。不会，4条。四条。不要。几波？6饼。好，一个7饼。到了吗？哎呦，5了。哇！不容易啊，太棒了。啊，帮你收奖金。帮你收奖，帮我收奖一手个鬼啊！我种子都已经出来了，收什么奖？怎么好意思？活得比较低。哦，他意思说他赢的话比较少，少5000。他败不服我打上来的话，就跟他决战北风北，把他干掉。对，他少5000。对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觉得你想太多了。你想多了，赢一把就开心了。独听门清庄家三台。败部复活战第二把，来，你别看，要自摸一下。13，好，马上是我们的败部复活战的第二把，来看三家的牌。好，看一下 Rebecca， 加油，方文姐，加油，志伟，逆转胜。好，来 Rebecca 出赛，
先自己刻一下。白笔一直跟着你，你确定你要先打八风？北风。五个花。此风不可长。西风。白皮。九笔。小鸡。发财。李少。突然哎，你还语完了，你下来想什么？九饼。红中。下大雨。三家门清。二条。大家都很饿。东风。西风的话。来一张。九条。发财。发财哦。此风。九条。一牛。不喂一下。自己摸比较甜。靠自己。我看一下，我想一想。好，可以。慢慢想。好吧，手枪。七饼有没有毒？吃吧。六饼。一万。一个人玩。一万。五张。西风。进牌呀。系统。打了七个摸七筒。哭哭，哎呀，摸到八筒，吃一个，没了，五万，有了，吃一个，红中。来一张八筒，中。七万，哇，真棒！哇，真好，水一个，清水变鸡汤了，真的，是两张卡中。你好，那就他了，四笔。谢谢志伟。二万，可以杠吗？可以啊，当然了。杠一个。你在哪里打麻将不能杠？看后面可不可以摸个漂亮的。
哇哇，鸡，我没摸到鸡，摸卡水。只能这一张是最美的，不行，没有小鸡，二兵拆了，冬瓜，哟，睡一下，他也睡觉，可能。哎呀，七万，四菜一汤，冬瓜，七币，安全的四条，八饼，一万，生的，生什么？三饼，生，生的吗？哭哭，来打牌，我还没得转，已经拼了，对。变三饼还没得转的，三个一桶在这边，我还想说，要么就睡着了。Q Q， 哎呀，七条在那，嗯，玩不上来的，真的，嗯，这两个都卡死。对呀，好，所以只有门清跟独定。败部破绽的最后一把，报告你们三家的积分。好，志伟是6400，米贝卡是3900，张文姐是4700。嗯。好，待会看你们要摸多少分，好来。加九。好，败不复战的最后一把，来看看三家的牌。好，看一下方文杰、志伟、安全降落、李贝卡、什么？好，方文杰、西风，碰一张大饼。东方不败，东方，白皮，碰一个，有台了哦，有了，打掉困难，八公。跟法，九个人玩，九万，八饼。哦，七万，花都没有出来，碰一张根本都没花，目前都没三条，二万七，三条，发财，九个人玩，八万，一万。七条，碰，
五条。你蛮适合拖时间的。你看他已经很紧张了，他十分，他已经非常的紧张了。这样子，他喜欢绕远路。他刚刚碰完，他有发现，他说完了。九条，我要一打二会比较紧张。一打二会比较紧张。有什么差别？他身负重任，他一直想说要帮你降奖金。啊，五五六六七七，他去给我碰。对啊，好奇怪，他在打五六条。不要再说了，他不是故意的。我呀，有时候麻将这样打打会糊。好吧。二条，太好笑了。饼，大声，好，我只跳一个饼，然后不知道。哎呀，你声音真的很小哎。对啊，下大雨是一张，我自己还打过呢。对啊，关文你要胡三台哦，你要两台哦，八条，好，我尽量。庄家独听才可以胡。好，东，要不然叫自摸。不花。大饼，五条，九条，你说，自摸，自摸，逆转了，不是，得意忘形了，好险，没有掉。你看，就是你一个人搞的吧？我他妈碰个七条，不然牌不会变这样。碰个七条打五六条，我都昏倒了。完了，他不能帮你收奖金了。好可惜，不能帮我收奖金。真的好可惜哦，交给我吧，不能省五千了。在后面帮你发力。牌没自摸，所以呢逆转胜。恭喜 Rebecca 在我们败不服我获胜。来，决战北凤北。挑战吧，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